要办理台湾人美国护照，请你赶紧来申请，请你赶紧来登记。中华民国万岁！高峰会议，这是咱真重要的吼，这就是等于咱即摆已经正式准备要执行。我们正式准备执政，联合国啊，联合国包括美国都已经准备好，以台湾民政府为主，所以咱即马所有媒体看到台湾两语，台湾代表台湾的合法政府，就是台湾民政。